对呀、啊，那个耳朵真的有点像小精灵。小精灵，对，这样子。不是很漂亮啊，这么大。它现在差不多三个半月，快四个月。嗯，真的好漂亮。嗯，以后可能会长蛮大只的，你看它脚掌。坐下。See, see, good boy, good boy。好棒哦！你一直放他，你这样他很夸张哦。他是坐在我沙发，趴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已经抖到连沙发，我自己都觉得沙发都会抖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夸张。然后我们家所有都不怕，是啊，是啊，连小不点都不怕，吉娃娃也不怕。可是我们完全没感觉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他特别怕。怎么这么漂亮呢？他是睡着了，但是啊。